Gentlemen, we've been informed by the CIA that there is a new cocaine syndicate operating directly. Hello, Okay, I can't. We try. Oh, I'm Michael from Hong Kong. I'm Felipe. Felipe. I'm Dieg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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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rica? No. Come on. Hey, you have no reason to arrest us. I am the diplomat from the Republic of Kari. 你跟我上下播，讲国语啦。讲国语啊！你们没有权利。怎么样？很麻烦了，很不合作。你们没有权利拘留我们。回头！我们怀疑你跟一个贩毒的集团有关，想请你协助调查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在公园跟你们见面的是什么人？我们要走了，飞机快起飞了啊！没有批准，不能离开。 李警官，科长，刚才这两位领事馆的人员直接向我报案，说他们在机场被抢劫了一个皮箱，里面有3000万美金，还说是你们队上的队员干的。我的钱还给我！哎，谁晓得你连下来是钱呢？你又没给我们看过。你戴着口罩，我还想认得你。什么？那个警员戴了口罩，你认得出是我？哼，哎，我们不很熟哎，我们只见过一次面呢。 刚才那个小时你在哪？我在外面逛逛，我入会了一杯咖啡。在哪喝的咖啡？在那个……他跟我在会客室喝咖啡。我刚刚跟李警官呐、正在谈论两地警察办案不同作风的问题呀。我看这件案子还需要更深入的调查，待会我的同事呢会带你们到司法科，有任何问题。 欢迎你们随时来找我。Hey, my money, 挣钱。Hey, where's my money? Where's my money? This is him. 现在是他唱的。Tell me, where's my money? Where's my money? 不是洗手间。 哎呀，他妈的，刚刚的雷 Sir 来我们的北投极客，大哥，你知道他是谁？他就是香港国际扫赌组。小弟，你同江龙两个，我是打死你！队长，情况怎么样？我们监听到李警官在北投，召集所有人员，立刻出啊！是。走。
Where's my fucking money? Don't kill him, we'll never find the money. Sit down! Oh.